说的话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能不能？我打直，打直，打直，马哥打直，别骗。马哥垫脚干什么？垫脚就这儿。一百零，别提了，马哥，我看不清楚了。小哥很辛苦的。我刚刚喝下来是上次点了杯奶茶，然后不小心洒到上面，所以说我整个现在变成了香香的。然后我就很贴心的帮他叫了干洗的，其实我认为是没事，其实是没关系的。对，其实觉得没关系，反正也没人干啥。好，第一轮投票，谁跟着感觉走？我第二轮，我也不会第二轮。我呀，我也可以。那我可以，那我弃票，那我会杨翔。我的天，为什么？我怎么了？大家都是有味道，大家都是有味道的，为什么要投我？你看谁开始投我的？小陈让谁开始投我的？就怎么样？味道就很好。对啊，讲。就是我是什么？那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。就三方，中间那方帮白。就有一个白方，不知道我是哪一方的呀？我只知道我。哎，我拿的盐。干杯。没水了呀？没水。来，来一点盐。没水了。没水。我们用。举手的方式进行投票，手指一代表血腥爱情故事，手指二代表 Rising Sun， 手指三代表一块红布，手指四代表红玫瑰。哦，现在开始投票，三二一。跳了，三个四三。第一次啊，所有人都去吃了，对对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六位，给他给定了吧，姐。给他。姐，你觉得这个也很棒吗？有这个棒吗？谁给他带这个棒吗？对，不能。我觉得这个是很棒。这个问题不大。你好啊。是啊。这个吧，哎，那个。这个。那要带这个。不是你第一个出去，你是第一个出去，对呀。完了。太好看了，这意思啊。对吧？这样的意思。下，下。附赠可以的，哎，挺不错。哇，其他的好厉害，来啊，下一个，应该还行点吧。过来，没了，不行了，过来，输了，来了，我是擂主，我的妈，管我呢，有点快，过来，对啊，大哥，过来，过来。还挺有压力的，你知道吗？回了家之后，怎么大家做饭都这么好吃了？张元的鸡翅做的是什么？你来做什么？来做土豆肉丝。OK， 没有了，拜拜。看你的经历是不是跟我这次一样？你在炒啥呀？土豆肉丝，又是土豆肉丝啊！上次做的是土豆丝，升级了是吧？对，加了肉进去。对。我感受到那股呛味了，你看有人进了吗？没有。你看炒。放味精了吗？好吃。看这个，哇，这个夕阳红。你们喜欢冬天还是喜欢夏天？我喜欢秋天。冬天还是喜欢夏天？我喜欢秋天。冬天秋天我喜欢秋天。我喜欢春天。我喜欢秋天。我喜欢秋季。我喜欢太缺音。但总监我觉得我是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，在这个天平这一处我特别喜欢黎明，但是那种暴雨的话就算了，会感冒的那种小雨。我也是，我经常淋雨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我就是小学时候踢足球。宝物叫什么？它的名字叫带坑的白萝卜。鹅龙。啊？带坑的白萝卜。那你取个霸气点的。白金萝卜冰。
红白保萝卜。可以，好。我废了他的修为，合力废你修为，会把我封印起来。对，封印起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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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阳光。